哎，哇哦，好多皮肤呀！哇，为啥都一样的头像啊？这几个一样的名字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我要不把你好友删了吧，总说你皮肤不好。我不把他好友删了，要不要？总说他皮肤，但他会送我皮肤，很不好意思，下次别送了，下次让我自己买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帅哥。昨天是大年三十，2020年农历的最后一天，是所有中国人与家人团圆的日子。但我们依然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还在工作。最近 AD 一诺回到家里后，开启直播的同时，弟弟轩轩也在旁边看着哥哥打游戏。6年级12岁的小孩子，对王者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？时间来到晚9点，一诺竟带上弟弟与孟老师跑跑阿泽开启了五排。搞笑的是，在打排位前，一诺不但嘱咐弟弟礼貌地给哥哥们拜年，还叫弟弟管梦泪跑跑要皮肤。你待会给这些哥哥拜年，让他们送你皮肤。各位哥哥们，晚上好，新年好，祝你们新的一年开开心心。你忘了最重要的一句，皮肤拿来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皮肤拿来，他不要红包，他要皮肤。好，谢谢哥哥。这是我等下会多加一点的。这是。喊跑跑是不是？叫叔叔，叫哥哥，叫哥哥，哥哥显年轻。直接搞一下你的心愿单，哥哥来满足你的新年愿望。梦泪跑跑也是非常大气，弟弟的皮肤有着落了。这局梦泪李白，跑跑诸葛亮，阿泽关羽，轩轩盾山，一诺马可，在孟老师的提问下，轩轩秒变小迷弟。他叫什么？叫轩轩是吧？对，可以，你是比我吗？不是，你是打野是吧？你是不是跟孟老师学的打野？肯定的，必须的，我是孟老师的粉丝。他是玩打野的。对。打野王。有王，现在把你来和孟老师排位，回到班级又可以跟同学们吹起来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开局辅助弟弟并没有跟着一诺的马可，而是随着要送自己皮肤的跑跑去了中路。直到一诺被对面三人追着打，才抱怨弟弟不帮自己。你在干嘛？快来帮我！要去帮你哥哥吧。哥哥都不帮是吧？就跟着送你皮肤的人是不是？自己的皮肤被女孩送的满满的，弟弟肯定也要找个财主蹭点皮肤啊！谁给买就辅助谁，这也很正常。可弟弟还是没让一诺独自对抗，而是来到上路跟着哥哥。
被一直点吗？